你这屏蔽20级以下，你这屏蔽20级以下的不行，屏蔽不了。嗯，我靠，偷袭我，我在这跟人打呢，出来偷袭我，你们自己能屏蔽弹幕不？屏，假如说我不想听看20级以下的弹幕，你们自己能不？能屏蔽不？有没有这种屏蔽的功能？这是一个好主意，说实话，这样能好不少，看不见就可以了。那我给屏蔽了吧？请问怎么屏蔽呢？啊，等级屏蔽未开启，啊，有啊，啊，那行，那我屏蔽了就完了。那这回傻逼不少了吗？哎呦我操，我可太开心了！他们又在这说我又看不见，哎呦我太爽了，太爽了啊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原来有这种功能，我都不知道。结束了啊，结束了。A 接口，再 A 平 A W 平 A 再 A 一下，不能再上了，它有闪现啊！这小子搁这吃药，这不行的，没事，他闪现交了，可以接受。这蛤蟆过来了，我是属实是没想到。这波还有30秒，不行，出不了装备了，出门。1-4啦，开眼把闪交了，还行，也就是算说明，也就是算他用个闪现把我杀了。如果我们这波啥技能也没打出来，那就有点亏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就还好。这把也不好打，这把也不太好打。不要观察他们了，我们自己打自己的啊！现在在观察他们，已经不太行了。来，我来帮你来。希望他插不了眼儿啊！吃个药加移速，杀蛤蟆。还有闪！哎呀，我操！可有点难了呀，这呀。蛤蟆可挺厉害呀，这蛤蟆呀，这波踢到我挺难受。操了，他怎么还能有闪现呢？我靠，他1-2一开始他还能有闪现，哎，我操，我好烦。不是我上头，我刚才点烟交了，我如果没把他杀了，我很亏，你知道吧？想打回来不太容易了，这打野有点问题。
如果凯隐出右装打不动了就完了。哎，摁错了，我都有点打不过他了，这他装备比我好的有点多了。他是不升了快呀、啊、还行，好送好送。这波杀完他我们就肥了，回家出个1100，这不行了。别进来，下边有点盐，再跟他干一波，应该还能杀他一波吧。后边的不好杀了，后边的凯隐这英雄就开始回血，他应该是红凯。点信号了不走，我估计是凯隐的点盐。哇，来来来，中路赶快一波永温，不要用技能啊，这边用技能不合适，我们一个技能也不用，然后把他杀完回去看看能不能再杀个凯隐。炮车不要了，赶紧回去，没有线了，他敢过来跟我们打就把他杀了。果子不吃，果子吃不了，这波吃果子就会少经验，现在呀、啊、争分夺秒，兄弟刻不容缓，无时无刻我们这波瞎子死我们就起飞。我希望他没有大，让他踹假猴起飞。这怎么这么便宜，这瞎子。哎哎，白送的白送的白送的，快快快快快，白送的啊，白送的，这还有一个白送的呢，来来来来，这没技能啊，有闪，切，无敌了，哎呀无敌了。这把布甲还啊、哦，应该出一个死刑宣告。其实，他来我们家野区，说句实话，我都不用去找他。这个凯隐要出什么装备呀、啊、他出了这又出这个意思，他要出分离者呀，他不出可血战斧那是个好事啊。这波先别打，瞎子在我们家野区，我们上路没有人没有大的情况下打不了俩，别出他。他如果骚就让他骚，忍住，这波一定要忍住，等个30秒绝对不打，这波打了我们必死，他一定人在上路跟我们在这玩，
知道吧？就不打，哎，耗血，把你耗在塔下。不打，就在这等，等大招。来上。看看是不是打峡谷去了啊？瞅一眼，没错，打峡谷去了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杀开眼，不是，杀永恩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兄弟，杀永恩先，来，艾克给我收，你死，你也得死。那阿木木这么肉，我天哪，阿木木，那阿木木扛了能有至少能有十秒钟，我感觉。太幼了，阿木木零杠五了，没关系。走回家了，可血瞎，他们三个打我们三个肯定打不过，我们三个的战斗力跟他们三个战斗力，我们就一人一口吐面，他们都得死，他都打不过我们。你也分离者呀，换九头蛇。那个 AOE 随便打他们，拆我塔，不知道能不能拆掉，拆掉就算了。等五秒，看看能不能先杀个瞎子，杀我，好样的！我明明在这里勾引他们俩，他还往上上。哎，我明明在这里勾引，还往我这上。塔皮没吃到，这有点烦。走回家，队友下路吃小龙，我们这个位置可能会有点危险，再往前走点，走到这里会成，差不多应该。应该差不多，回家了。现在不出可血战斧了吗？可血战斧不行，区区不够。把都蓝卖了，买个九头蛇，伤害不够。妈呀！走，支援一波队友。EAQW 躲一下 ，A 接中风，不是中风，这怎么？可以，这波 AOE 兄弟，炸！再扣一个，扣死一个，再扣死一个，四换三还行。本来是有点亏的，我们一波进场直接不亏了。死亡之舞出一个，我以为那永恩是我呢，你知道吧？他扣上来，我说中风。哎呦天哪！大胆问问土地老
不是嘴瓢了，他上来我这个人吧，我有点那个自然反应了。谁的小龙啊？我们家小龙还行。走，中路打一波架。十二级现在打架我们无敌。杀的永恩一瞬间吧，很好杀。没事，他跑不了应该。哎呀，我就是这么的烦，又有闪，大他妈的！先把这个凯影杀了，让他踢阿木木。哎呦，我好阿闪，兄弟，我都没掉血。这波赚了一个人头，加两个大招，还加两个闪现。大路死没关系，死死吧。你看他们死啊，他给人死的话，他们就是硬死。什么这个卡莎16-4，你看看我上把打的耗子，是不是我们基本上都是跟那个耗子换的？他们是属于硬死，我们是属于死了有点成效，最起码能跟人换一换。上把的维恩也不说是没起来，先来个死亡之舞。有没有人出重伤啊？啊，木木有，行，不用我们啊。你像这火蓝，这属于就是硬死，还有这女枪，你说他俩人是不是硬死？又操！哟，这波可以啊，下当了给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？ADC 不要自己乱走，知道吗？哎，马上到来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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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木木大来，我到了。阿木木这版本，我真是，我说实话，这英雄是真猛。就是你打我，我不掉血，我就硬往上冲。你看那前期那瞎子野区给我们家阿木木都打成什么样了？没有用，就一个日炎，其他啥也没有，就一个破日炎就打不动。给我越塔来，我看看他们几个搁塔下到底怎么回事。你跑啥呀？你不会让我越打吧，兄弟？这阿木木怎么不扛塔呀？给我扛一下，给我扛一下！哎呀，我佛了，大哥兄弟呀，你怎么不扛塔呀？你这么用你不扛塔？你为什么不帮扛塔呀？我天哪，你帮我扛一下，那卡莎都杀不了我，而且我也不会死。一波第一波直接扛把瞎子一杀，那卡莎一来你直接填住他，我们就把他杀了，真是憋屈呀。来小龙吧，小龙也没了，嗯，哎呀，真头痛。有的时候啊，这种死亡，我跟你们说，很断节奏，很断我节奏，真的。整一会儿，这凯隐就等级跟我一边高。本来我们是12级，完压他们2级的，整的凯隐现在11，我13，马上他等级就12级就追上我，一会儿就不好打。硬害你呀，这是！哎呀，这不硬往上冲，我打大龙了。
哎，把红打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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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波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。一秒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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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速度，赶紧电竞圣爵，我不想再跟他们玩了，太膈应人了，快点打！越往后拖，一往后拖就翻盘，一往后拖就翻盘，跟他们拖什么？快点的，不拖啊！赶紧打，把节奏加快，把经济打上去，你们爱怎么浪怎么浪，我不管了，行不行？快点打！再来个蟹手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十五级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就白金四左右的啊，那些兄弟，你如果想赢，每一把用自己100%的实力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指不定什么时候你的队友就开始抽风，就让人一波了，所以你必须得每一把都特别的认真玩才能拿下，否则就会让人给翻了。这波抓我他们全得死，看看他们敢不敢抓。来中推，这位置其实我不是那么很感动。钻石爷爷，钻石不一样啊，钻石可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，唯独是白金四的兄弟，信我一句。那永恩在这干啥呢？先把永恩杀了啊，这边帮一下，杀一波凯野，走过来，又给大了，可以 W 上来一扣啊，转起来扣一下，再转Q E 平 A 再 A 吃药往前走 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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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靠，怎么有减速啊？你哎，你杀这个怎么减速？什么东西减的速啊？为什么会有减速？剩个女枪，咱也算团赢了，可以啊，走吧，别跟他打，人家大没放的，这你能打过他？哎呦我操，一换一，木印现在不是就只能触发一下吗？木印攻击一名敌方英雄会附带139减速效果。他应该 A 过我呀，他出木印的话，如果一名在过去三秒曾被你造成伤害，15秒冷却，15秒过了，可能他不是隐身之后就那啥的。来小龙，这火蓝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大晚了呀，兄弟，先杀卡莎，这没有蟹手还是不行，容易被秒。这波我们团战打得不好啊，你看着没，莫名其妙就打不过了，看着没，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打不赢了。
下回让阿木木先往上怼，怼的有点快了。太想杀 AD 了，那肯定得杀 AD， 他杀22个人，俺们不杀他。下波让阿木木先上去，让人干一波。我们没有卸手，上一波卸手没出来，你知道吧？有点稍微还是有点脆，毕竟没啥血量装备，也没啥抗性啥的。那人家杀20来个，对面集火，我们肯定也扛不住。那刚才有杀 AD 的那种机会肯定得找啊。没事，再来一波团。打得真乱啊。就找卡卡，别人不找啊！等一下，阿木木，先等一手。又去打蓝去了，等一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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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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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万别开，千万别开，输了，等他一会儿。好大！就杀的 AD， 别人不杀。一波剩3个臭皮匠，没事，顶不了诸葛亮。感觉可能得打大龙。不用，能应该能推下来，10秒钟活没关系，我们家 AD 都没死，快点推，快点推。这杀人也可以吧，不行了，推不了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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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活了活了活了，兄弟撤，溜溜溜溜溜，我们大龙反手大龙，卡莎可能要 W 艾克啊，我们帮打一下。哎，为什么会有帝国的指令？得靠 E 了吗？直接开吧，要我说咱就直接开，咱也别墨迹，直接就开，节奏给他打快，别再等下一波，直接干，你等我下来你再给我跳弹，那算了吧，无所谓。这波卡莎没来，瞎子没活，小驴人没去，只剩个凯野，没关系，这波我们不用管。我来了，这龙让人抢了就行，先把这小驴人杀了啊。杀完回家，出一个死刑宣告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这把的艾克是真没用。这有什么用啊，兄弟呀、啊！这艾克是干嘛的呀？这么半天，30分钟，279就算了，就俩装备呀、啊，兄弟、啊，一共就俩装备。妈呀！快点中推！谢谢哭狼子。来，好大，好重，先杀卡莎啊！哎，把这卡莎给他秒了，对，你就往里冲，冲完以后，你看看我无敌还是你们无敌，看看谁无敌，谁无敌，舔他，不追了，我找你这卡莎还来不及，你还往前冲。
差一个。十五差一个，没办法，兄弟。说实话，没办法。谢谢小水关酷狼子的飞机。给大家来个飞机抽奖吧，既然老板想送一送飞机，那么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。